吃完饭了，嗯，然后我们准备去安检了，对，我们先去托运来看一看。哦，美女，天哪，怎么都没有什么人，就我们这一桌。OK。耶、yeah, ！我准备登机了，现在正在等我们的小伙伴。Yes。非常的便利哈，大家谁吃坏了直接来看看病，就很适合成都，对，再住个院。你找到你耳机了吗？哎，把你照的还挺好看的，贼白。等会儿给你看一眼。中医怎么蹲那儿冒烟呢？是我看错了。Hello， 你干嘛呀？你是穿睡衣的吗？不是，对，还有一个，耶、yeah ，有点背光。对，没事，但可以看出来你在化妆，确实。我感觉我就不入镜了。哦，记录了。你拍我拍你，就街拍你拍我，我拍你。我们总共花了，哎呦，39块钱，点了三杯，点了三杯，是一杯 ，yes。要把握这个。哦，拿个什么活动吧？谁是谁？这个是我。谁是谁？我是我，你是我，他是他。谁是谁？谢谢，我是零粉。你是太零粉。零粉。我是你的灵魂。哦，好好看。啊，这个。谢谢，来，新做了的这个可以吗？这样可以。酸奶这个里面放怎么做？做了我就拍张照，这个驴。那今天造什么？就是那个五六。有零号味儿。哇，有带气儿的。有气儿味儿。对，你吃完火锅之后感觉整个人疲惫了，对，吃傻了已经。来看一看我们的战况。嗯，耶！有没有吃
一倍，然后它是两个。我们现在吃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去二麻，对，二麻酒馆。Hours later. 哎，好，谢谢。来，先干一个。行，谢谢。我们现在 back home 了，有一人在吃，你怎么吃这么快呀？都没了这个就。哎，这个投影我们要不要研究的？可以投一下屏啊，看看今天拍的。不是，我觉得手的触感对你对情感的感受是很有关的。你看，有人腻你一下，不是你隔着衣服吗？接下来，现在是第二天了，我主要想看一下这个狼藉的桌子，真的是。对了，大家也是挺厉害的。拍得到吗？拍得到。Fucking party. I heard that she real down the Mars, so I'ma say that thing for the mom.Graduated, never going back. So, nigga, please don't test me. You can't tell me my boys apart. We like Ed and Eddie. This shit feel like 06. This shit don't make no sense. Donald Trump, you a old bitch. I just got lost in the moment. I'm always in the one and something unattainable. I just posted a pic. I hope you like it. Say you do. My baby love the stars and she move like Sailor Moon. Sailor.这是摆拍教学现场。你要这个菜单吗？可以。我觉得这样还可以。你把那个水好这边。Bring all the boys in, but I heard she got a boyfriend. Some boy, it's a boy, yeah. And I'm all the way in Illinois, man. So it's quiet for me, but there's plenty fish in the ocean. 现在吃完饭了，然后等车呢，等着叫车，然后去看一个展。So I think I'm a joiner, but I'm not ready to be chosen. So I'm trying to hide my emotions, but the honey got me open and the zuby got me choking.Goddamn Andre with your rolling, hey, baby like in Oakland. Got a wet little thing, super soaking. Got a cannonball, not
看了一个，我们花五分钟看了一个展，看完了刚才那个展，那个展吧就点想跟你说，就是他的一次次跟世界抗争的心路历程。对，真的是耶。当然了，笑死我了，拜拜拜拜，尝尝，尝尝，豆腐脑怎么卖呀？一个就是有各种口味是吗？四元的冰柜的四元，就是我们可以单买一个 cheese 的，我有点想吃点肉松。哇，好看好看，这包的挺没啥味儿，挺严实。这样啊，哇，哎呀，有道理，谢谢。哦，好烫啊！哇。神奇，好鲜，这有点神奇。啊，好香啊！就像小饺子，好香，小包包。嗯，这好香，甜的吗？我们想去的那个咖啡店它关门了，所以我们就 change 了，去换了另外一家咖啡店。然后在另一家咖啡店的途中，我们去吃了刚才蛋烘糕，觉得那个蛋烘糕真的好吃，特别好吃，它又软又香。Yes， 而且感觉就是它咸的甜的都不违和，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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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不觉得吗？就特别好吃，真的不违和。Yes， 然后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咖啡，对，我有点开始出汗了，我感觉。我刚站那儿就出汗了。对。Like a sailor man, they riding the wave again. My whip is on cruise. I'm singing the blues. I must be the sailor man. They riding the wave again. Hello, hi. 我们在街边的这个小花咖啡厅。来，让我来把我头发好。就是啥都上，总共上几个月？我上几个月？终于不用为工作的事操心了，我就心想爽。拍照小分队。哎，你干嘛干？我觉得我好帅。你看，就是公主般的待遇，公主般的待遇，人给我吹风呢，真的是，也挺凉快，但真的好热呀、哎，我觉得。我现在凉快呢。对，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咖啡店。这个。耶、yeah, ！不是你要我想就是吹出来那种。你别把我头发绞进去，有点吓人。整挺好，稍微走绕一圈呗，就绕半圈呗。当然你 vlog 里面所有内容都是搭着脚录，没错。我想要有茉莉白桃气泡嗨吗？要一个。给您好，我们的。好，谢谢。我不是，我们跟那个姐姐说，我不是，我跟综艺说这个对，非常多人，真的。哦，我们坐里面吧，谢谢。都是这种感觉吧？我看他家有什么出现。那个虾，要一个宫保鲜虾，还要一个面条。这个是蛙吗？这个是蛙蛙，然后这个是豆花，然后贝片，然后那是口水鸡，耶、yeah。妈，别谁爱吃虾我了，为什么给我拍那么丑？就是六个人最后变成了两个人的逛街，那我们两个就约会好了。
脱离了大部队。对，雷雷雷说的有道理啊。Okay, let's go. 绑子。耶、yeah. ！哎呦，我这个头发。好，今天其实有点，就是怎么说，有小风这样。对，还有点风，而且没太阳。还有什么名模那种一回头？对，就那种，就那样一些。昨天你在门口买水等车的时候，一杯水都要，一杯那什么，那白雪山都要5块钱，这才4块钱。我好哦，谢谢。哎，你要喝主食怎么点啊？这是自选的啊。哦，哇，我该叫啥？你们是谁自己研究的吗？我去帮大家拿。给我，给我，我是谁？第一天就看见你。我就疯了。你刚刚是啥雷锋啊？我不是今天吗？那你们是要烤鸭还是单点的？知道吗？嗯，鸡爪，还有鸭掌。哎，我咋觉得这碗没蘑菇？然后酸辣粉2个，一个不是死啊？嗯，你上完了吗？就一个土豆粉，一个酸辣粉，已经上完了。很小的，小型的，好逗啊！小孩玩的是吧？这不是大人的吗？还有荡秋千，哎，我觉得咱们六个人可以搞一个，这个挺搞笑的。也大人也可以玩。哎，你在上面还能录呢？对呀，它还可以旋转，还能旋转。OK， 我们现在要去相亲角，相亲角，非常的热闹哈。哎，还真有传单啊，不就是单子哎，各种。
好突然，你们要跟这个三千角合影，这也太有意思了，我还挺 S。 嗯，结果你在录视频。 Yes，我又照了点儿。我边喝边掏。嗯，好，你基本上六位。啊，这俩又牵手，我好孤单。我来牵你的。二东。我想知道他够吗？六个人。没事，我们可以轮着他。对。我们可不可以六人凑一个四人麻将局了？可以啊，让我学习一下。几位汤？我们都掏。都掏。我们可以轮着掏，没事。三。一百四。刚好一百四。他就是并着掏。扫就扫，扫哪个没事。终于想明白了，别的别的地方是不行的，小孩子是我们那种小孩子。我们采完了，没事，正在喝茶。整一个我们在屁股那儿。为啥不先给我们打招呼？啊？哪一种麻将牌给我们？这个脑袋麻将啊。对，我不是很容易。是吧？让他对称是吧？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嗯，来扣钱一下。嗯，放松，你扣钱。哎，好。我是不是要扣钱？好响啊！我吓死了。哎。哎呦！哎呀，吓死我了！我这心态崩了，吓得我都直抖，我现在。哎呦，我真的心态崩了。不是什么，不是老张，不是老张。性感，成功，谢谢，好了，你该吹你鼻子，然后我看回去吗？哎，是眉庄给你弹的那个。对，眉庄给你弹呀。我要找个音药。我是要洗个手。哎呦我的妈！啊，偏我金。哎，请问你一定要在那个内裤旁边跳舞吗？我就是录一遍录那个内裤，越来越靠近内裤，有点尴尬。是这个吗？对。哦，是不是刚开始我先这样来着？对，然后你对，结果他又说了，是吗？但是你看这个 MV 根本不是那个甄嬛是吧？哎呦！这个胸是可以的。哎呦！哎呦！我们现在出来买一点。哎呦，怎么这么曝光啊？我们现在出来，耶！出来来小吃店逛一逛，然后买一点吃的回去。嗯，是的。吃什么？肥肠粉什么的。中水饺 ，yes， 中水饺，还有一个被冻得瑟瑟发抖的人，老张 ，yes， 换个蹦极套装，特别冻的，对。哎，我记得这边就有个肥肠粉啊，他们这水果车的好可爱。冷到烧不起来，不行，神仙，神仙，神仙。哦，这里，这里，这里。我
您好，来个肥肠粉儿吧。你干嘛？要大份儿吗？小份？要大份儿了吧？然后那个锅盔你们要啥？锅盔。您那个，您多来点肥肠好吗？来，再加一份儿。可以单加肥肠吗？啊，那再单加一份肥肠吧。这个肥肠太贵了。OK， 好的。做不出来。谢谢您。现在都太好了。Oh my god！ 这是什么？对焦。他听你的话吗？不听，听了听了，来看看我们的吃的 ，yes， 天哪，怎么都这么红啊？看着，戳一，对，哇，很优秀吗？下线了，居然加了这么多，超好吃，嗯，真是好吃的脆骨，哇，很好吃，行，嗯，哇哦。这是什么？酥肉。嗯。栗子。嗯。滚。干嘛呢？干嘛就行？哎，你给你要说，哎，我把这东西给你。太棒了！放倒，放倒。抱来倒去的，你别看我这个。现在是第二天的下午一点，我们准备吃点东西回北京了。但是昨天晚上具体发生了什么就不过多描述了，就是看一眼我的腿大家就知道了。总之就是非常抓马的一晚，还有我的胳膊。中午吗 ？Yes。无语，还好是雄鸡。哎，这是最简单的祝福。几乎，包括看一下我的指甲，最后只剩三个。对，你是不是得拍一下我这个腿？哎，对对对，没错。哎呀，太可怕了。